现在河道整个变了，所以要往上探勘。OK， 先路亚，等找到深潭再来去钓手竿。这整个现在挖完了。现在比较冷，没有开底。卷都没有，我不扯。
有大便，这有无锅鱼。这边没有，这真的没雨了。到分身地很慢，这应该还有个，有选择。这整个吸床是软的。
冰冰的鱼啊。石头都新形成，那多远难了。
窝沟，有一些而已的。这个很糟糕，放超红车。撞了啦，啊，千百两红机，啊，撞掉。啊，风雪。哦。生态整个都变了啊！不会长大吧？虽然你是不习惯的，好。
哇，金能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哦，超大额的，这个那石冰哎，不是中，竟然不是中卷角，中超大额石冰，哇哦。漂亮，哇！好久不见了，抱他回家，这才有办法跟卷劈敌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好，杆子还不错。看来今天有矿不接。哦，我是五百啊。今天的咬矿不太好啊，整条溪都被挖过了，整个就是把河道都改变了。然后现在就正在生产它的沙子，很糟糕啊。有机会再来看看吧。目前咬矿不太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